第五式，一切上师转大法轮金刚池，夏嘎巴大师。夏嘎巴大师出生于公元1781藏历铁牛年，父亲是菩萨切沃钦贝的化身，叫错堆大堪布，又名多吉朗杰仁波切，为皇室贵族，精通五明，拥有可随时降雨的法力。母亲叫扎西泽。一天，夏嘎巴的母亲梦中见到一朵白莲花和一个白海螺，她将莲花戴在头上，并吹响海螺。这时出现了一尊寸大的观世音菩萨佛像，放出许多光芒，从头顶照入体内，他立时感到周身温暖通畅，身心愉悦，这显然是夏嘎巴入胎的征兆。夏嘎巴出生时不哭不闹，而是睁着眼睛笑望众人。一个亲戚为他占卜后说，这个孩子将来必有一番作为，如果在家将成为一名百人难敌的英雄，如果出家会是一位能调伏84000烦恼的大成就者。自幼夏嘎巴便显示出过人的禀赋和悟性，学习文字一点即通，对一切众生自然显发无伪的慈悲心。后来出家跟随聚缘根本上师法王傲骨荣波，由于对上师极具信心，夏嘎巴一直恭敬地尽心侍奉上师，他做的所有供奉令上师十分满意，最终将大圆满、大手印及诸多中观教法和窍诀如以瓶注瓶般毫无保留地传给他。此后夏嘎巴去了青海湖湖心山、西藏扎日扎山、西康阿青宗山、白石湖洞、马沁雪山山洞等莲师游历过的圣地潜心修行，一辈子都住在山洞中。成就后不仅得到以圆寂法王和护法神的授记，而且经常能和他们像家人般在一起辩经论法，尤其是一次亲见莲花生大师并得到加持后，他便当即成为了六十字解脱。此后他掘出八部经典，含《显密佛教修正歌》等20多部论著留于后人，他把所得的财物供养用来修复尼泊尔的恰荣卡雪佛塔，并发愿下一世为塔上的法轮贴金。此外还修建了108座经堂，修复多处修行地，帮助修行人解决生活和修法的困难，救济许多孤儿和苦难穷困者，利益无数众生。圆寂前就已化身于许多刹土，度化有情。到了71岁，藏历铁猪年吉祥十轮月4月10日，夏嘎巴身体端直，面向西南，双手平放双膝，深情安然，面带微笑地说，牢靠，对人生的诸多苦楚和无意义的俗物尘劳，我早已分明了察，对于我根本上师和其他100多位上师的所有教法，我也已经全部领受继承并修习圆满。100多座极具加持力的山洞，我曾在其中闭关修行，还利用自己的能力为广大众生做了许多好事，救助过几百名孤儿和穷苦濒死的人，各种法业皆已圆满，现在如同蜜蜂飞向花丛，儿女回到家中，我将去十方佛土听闻佛法，将来我会在无数刹土度化众生。说完后他身姿不变，双目平视虚空，面带微笑，融入法界，视现圆寂。随后男女空行带着幻化出的供养品前来奏乐迎请，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，一起去了他根本上师所在的空行刹土，无量无边与他结缘的众生
也一同生往此刹土。夏嘎巴大师曾说过，他并没有来过，没有出生，也不会圆寂，他的心一直安住于清净法界中，与平等无二的本净法界融合为一，只是任运自在地于六道中随缘显现化身，度化众生。第六世，左亲寺第二十代法台赤巴大堪布秘密成就者，白马天桥罗丹。白马天桥罗丹仁波切于公元1879年降生在左亲寺附近的村庄里。由于往昔多事熏习，仁波切从小即显现出转世大成就者的诸多特征。降无亲泽望波仁波切就认为他是无垢有，即贝马拉美扎的化身。当他从小作为一名普通出家人在左亲寺学习法事仪轨时，对所学内容稍加提示便能领会，后来又在昔日森五明佛学院学习掌握了大小五明，成为第五世左亲法王图登屈吉多吉的根本弟子，得到法王所有修法和窍诀的传承，修炼过无量数目的三尊心咒，最终彻悟了大圆满的最高境界。仁波切一生曾为无量众生讲传佛法，培养的大圆满成就者数不胜数。身为左亲寺第二十代法台赤巴大堪布期间，还为左亲寺的建设做了许多工作。当时他是位了不起的大成就者，连附近的山神及众多天龙八部都到他座下皈依听法，很多僧人曾看到过这种不同寻常的景象，相关的故事至今还广为流传。他做过第六世左亲法王吉扎相丘多吉的根本上师，向他传授自己所有大圆满的教法和窍诀，还有白马格桑、朱巴活佛以及左亲寺的大多数堪布活佛都是他的弟子，例如穆阿贝马诺波、麦巴大堪布、财旺仁增、彩化的弟子阿囧多丹、波折多旺、丹贝尼玛活佛、嘎陀大堪布、美方活佛、喀戎加西、肯德拉玛丹增、协庆贡哲、安藏朱巴、美沃相称。他的弟子中不仅有堪布活佛和神仙，还有许多官员和群众，以及来自内蒙外蒙的弟子和以能海上师为代表的众多汉地高僧。此外他还经常摄受秘密弟子，这些事迹往往多年后才见于某些高僧的传记中，可见他的弘法立生事业极其广大。法业圆满后，他于公元1955藏历牧羊年，在左亲寺附近一座山上的文殊愤怒洞中安然坐世，时年77岁。之后几天内，附近瑞相纷呈，彩虹一直挂在天上。仁波切圆寂后，其身体不断缩小，直至一肘高时，弟子祈求上师能留下法体，以作供养参拜所依。上师慈悲，宗随弟子心愿，留下肘高法体于洞中，后常有信众在此礼拜供养，祈求加持，可惜文革中遭到毁坏，仅有头骨被信众偷偷保存下来，现已成为左亲寺最珍贵的收藏。仅从这点就可看出，他的修为和弘法事业均广大不可测度。